啊，有的过去弱势没，唔敢讲，慢慢的现在都第二代、第三代没吼，唔少讲诶，也唔敢表明伊行干伊哪呢？对于这个家族的这个称呼呢吼，我哋嘛是要保持有阮客人的迄个称呼啦，讲阿叔啦、阿伯啦。营业主办，俺不条路店，天天出面开飞，强化的关心。